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份民国黑老大逛青楼、喝花酒的真实影像，曾因为尺度过大、色彩逼真被禁播了一百多年。在摄影机的镜头下，两位花枝招展的女子服侍着四位男子，悠闲地享受着桌上的美食。正中央坐着当时全上海家喻户晓的黑帮大佬，此刻二当家正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陪着老大。 而两名手下因为肚子里缺油水，这会儿正以一秒三筷子的速度疯狂地洗劫着面前的饭菜。为了多赚取一点赏钱，左边的女子开始献媚。她先是提起酒壶敬了黑老大一杯，然后媚眼如丝，又夹了一块肉送到了大佬的嘴里。这一顿操作下，把旁边的二当家看得眼睛都直了。下一秒，隔壁的妙龄女子心领神会，微笑地把肉递进了二当家嘴里。 伴随着一阵觥筹交错，席上的气氛达到了高潮。期间，由于没有人伺候，两个小弟居然自顾自互相敬起酒来。恰在此时，一个小插曲出现了。由于没看清盘里的菜，妓女居然把一块骨头送进了黑帮大佬的嘴里。只见大佬眉头一皱，嘴巴里吐出一个硬物来。正当众人惊恐时，没想到大佬居然毫不在意，笑着又与大家喝起了酒。那副亲和的模样，全然看不到一点架子。 在众人的起哄下，两名青楼女子开始轮番的喂大家酒，嘬着口中的香气，望着面前的美人，这股劲儿别提多滋润了。说着，一旁的二当家就上头了，居然不顾往日军师的形象，撸起袖子和女子划起拳来，别说，还挺有模有样的。看到自己的小弟玩嗨了，大佬也开始了才艺表演，只不过这划拳的本事实在是不敢恭维，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，笑得对面的美人儿花枝乱颤的。 一杯接一杯的灌酒，这幸福的场面看得两名手下止不住的泛酸。看来当老大还是舒坦，自己要努力了。一盏茶后，酒席在欢快中迎来了结局。对于两名青楼女子而言，这不过是人生中的缩影罢了。至于黑老大，在那个乱世岁月里，每顿饭都可能是最后一餐。这是青楼女子服侍达官贵人的真实影像，因为尺度太大，场面香艳逼真，被禁播了一百多年。 画面拍摄于京城某私家小院内，伴随着锣鼓点，一位妙龄女子身着薄纱，旖旎曼妙的跳了起来。她 <noise> 时而婉言一笑，时而花枝乱颤，双手如扶风细柳，随着鼓点轻轻晃动，手中的绢帕上下翻飞，看得人眼花缭乱的。 不同于一般的舞蹈，女子时不时的扭动腰肢，媚眼如丝的望着客人，这含羞带骚的模样，深深吸引了一旁的达官贵人。只见他两眼发直，死死的盯着面前的美女，手中的烟袋锅子都快烧手了，也全然不顾。由于衣衫太过单薄，在胭脂味的烘托下，现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。在妈妈的暗示下，女子不停的转过身，展示自己傲人的身材，现场看的众人鼻血直流。 由于阶级森严，这等场面普通百姓是看不到的。能到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单单是女子的装饰就可见一斑：金玉发钗、江南的面料，还有那手绢的锦帕，个个都价值不菲。仔细瞧，她那双青青玉手，居然是一排长指甲，可以看出她装扮了时下最流行的指套。据说太后老佛爷最喜欢穿戴黄金珠宝锻造的指套。 慢慢的，这套装扮流行到了民间，逐渐成为了青楼女子争相模仿的典范。华贵间不失风韵，其效果和今天的美甲格外相似。正当众人意犹未尽时，一声锣响，舞曲结束。只见女子卷起手绢，缓缓地落下双手。下一秒，人群中传来阵阵掌声。女子垂手妩媚一居，缓缓退下。对于她而言，取悦贵人们就能获得一餐饱饭。 自己的命运虽然可怜凄惨，但好过冻死街头、食不果腹，而这已经是当时许多民国百姓最大的心愿了。这是一百多年前清朝人被大烟蚕食的真实影像，因为尺度太大、内容过于刺激，被禁播了一个世纪。其拍摄于一九零二年，画面中男人们悠闲的躺在床榻上，享受着烟土带来的幻觉。由于常年吸食，各个个骨瘦如柴的，的头发昏黄。 可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着了魔般紧握着大烟枪，一口一口用力的吸着，席间忍不住吞云吐雾，彻底忘却了妻子儿女们。这些人中有啃老的，有败尽家财的，还有的为了一包烟土卖儿卖女，甚至劝妻子改嫁。这其中不乏各种皇亲国戚。起初他们只是赶时髦试了一口，没成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沦为了大烟的奴隶。 那些跟着老辈从山海关里打进的八旗子弟们，一个个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排着队的吃起了大烟。房子抽没了，铁杆庄稼抽没了，连祖传的佩刀配件都当了，甚至一些大家闺秀也染上了烟瘾，一个个不顾形象，端起烟枪就吃了起来。直到朝廷幡然醒悟，开始在全国展开禁烟运动，可此时已经为时过晚了。 由于腐败无能，官员们一个个中饱私囊，与洋贩子沆瀣一气，致使大烟蔓延全国，以至于百姓的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。你敢信吗？镜头前的两个男子居然年仅二十岁，但他们沧桑的外表、佝偻的身躯，还有那无精打采的神态，简直和七十岁的老人无异。再看左边的男子，他连拿烟枪的劲儿都没了，两手颤抖，浑身哆嗦，这风一吹都能倒。 而右边的男子，前一秒还闭着眼睛痛苦呻吟，下一秒抢过大烟就死命的作了起来，这哪里还有半点人模样？相较于此二人的状况，家中的妻儿们更是倒了血霉。由于常年泡在烟馆，工作丢了，庄稼荒了，家里早就断粮多日了。一些女子不得不带着孩子流浪街头，靠乞讨为生；样貌俊俏的委身青楼，靠姿色换取粮食。 这就是民国时代真实的生存状态。由于国家混乱，政府腐败，老百姓只能朝不保夕，过一天算一天。与他们相比，我们今天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不仅食物充足，而且花样繁多。吃饱喝足了，还能扭一扭广场舞，去 KTV 呼朋唤友，潇洒一番。真是应了古人的那句话：宁做太平犬，不做乱世人。 对此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，记得点赞关注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